上课喽 ！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好，最近很热闹哈，下礼拜就是一个更热闹的一天了。我是村长，欢迎大家来到铁花村。各位今天保暖的衣服还好吧？够吗？啊，这前面都还有位置哈，你如果再享受再靠近一点舞台，啊，这边还有一个村长夫人的位置，不过坐那个位置要负责任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好，那今天呢安排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歌手，还有这个乐团来。那上半场呢是由这个不落美男子的，好 ，OK， 我们先听完炮哈，可以往那边看，还有烟火。好的，首先第一位上场的歌手呢是嘎慧啊，他曾经啊他是不落美男子的歌主唱，第二位呢，白明光，白明光也是一个刚出专辑的歌手，也非常优秀。那最后一位是东东老师，曾经也得过那个金曲奖啊，最佳好像是最佳专辑吧，是不是 Chris 老师？好，没人回应，那应该是真的了。好，各位吃饱了吗 ？OK， 那我们无怨无悔哈。一样，有没有吃饱都一样。那待会的演出当中呢，各位在位置上不要抽烟的，唯一抽烟的地方就是旁边那边有个火炉那边，那边还记得电脑老师在那边他举手，你在那边抽烟。那这边是厕所，女生厕所、男生厕所，这地方呢是歌手这蓝色屋子呢是歌手的休息室你非工作人员、表演人员表演人员不要超过那个吧台哈，那吧台就在后面。好。最后呢，我仅代表台湾好基金会及铁花村所有工作人员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旅途愉快，周末愉快。那现在我们掌声欢迎各位。大家好，我是那个部落美男子的嘎慧，然后今天，很高兴来参与这个盛会哈。然后我们今天第一首带来的歌曲就是《部落美男子》，请大家听看看。只要这香槟让其心中淡烟，人中只有暴力，大心里没有他。我不想工作，不想恋爱，我就想做部落美男子。部落美男子，不喜欢整理衣服穿不好，要他前面有个洞，抱着我走。我没人管我。我说身无分文的部落美男子、yeah! 你可以笑我爱做梦，你可以骂我没有用，我却无忧无虑的过我的生活。我可以唱歌不喝酒，也能够喝酒不买酒，我还能想念见到你的还是不肯丢。部落美男子，部落美男子，部落美男子，部落美男子。我不喜欢整理衣服穿不好，有个洞，皮毛穿过头。我没人管我，没人啰嗦，身无分文的部落美男子。Yeah! 你可以笑我爱做梦，你可以骂我没有用，我却无忧无虑的过我的生活。我可以唱歌不喝酒，也能够喝酒不买酒，我还能想念。部落美男子，部
喜欢着你。有没有多余的工作？有没有钱拿了诅咒？因为桥上还有很多我的酒肉朋友。你打扫星光的左右，只花了酒精没变浓，躺在桥上流泪着，都来了还是不肯走。部落美男子，部落美男子。接下来带来一首主语的歌曲，然后叫做让我敬你一杯，然后来铁花村消费就是要喝一点不一样的饮料嘛。他们这边 有一杯饮料叫什么菜，很特别的饮料，不是的，叫做好像叫什么冬天之恋吗？然后可以去后面喝看看啊，有一杯饮料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，因为很久没有来喝了。他姓什么呢？好，敬一杯。
谢谢。